如果等一下突然跑出一个动物，你觉得会是什么？要是吓到，别怪我。钟哥，那个女人很值钱的哎，你只要告诉我你想不想赚100万。你觉得对就去做，不用管人家说什么。你不懂就闭嘴。都知道这里有间空屋哎，这闪电很多鬼故事哦。反正你那天有没有乱捡石头嘛？哎哥，我这几天不会回家。就家里面鬼故事，你这故事也太不同了吧？